欢迎收看咱台湾艺术台，暗时啊六点至八点的时间，咱的台湾看天下。来，依山先来安排第一首的歌曲，一支小雨伞。谢谢，感谢咱金如姐，谢谢江大哥、江大嫂、池春大姐、丽芬姐，感谢。小璇姐，好きと初めて打ち明けた。江大哥，谢谢邓玉大姐、瑞兰姐、政府大哥大嫂、小璇美女、刘梅妈妈，啊，谢谢咱东方帮秀兰姐，谢谢咱林子阿 Z， 啊，谢谢咱江大哥、江大嫂，谢谢咱玉莲姐、瑞兰姐。夜は谢谢邱大哥啊，丽梅姐，谢谢啊，哈，咱甘岛的哈，这个上水的红姐啊，哦，正水大哥，咱的金金姐，谢谢啊，谢谢咱谢小姐哦，公主爸爸，好来，美酒加咖啡，看你要对一杯，好，故事你敬下来。美酒加咖啡。
好嘞，谢谢咱爸爸妈妈，大家们，大家好，大家看忙哇，欢迎收看咱的台湾看天下，我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一闪，我是今天好满面春风的不老，是的，啊，爸爸妈妈吃饱未？好，准备吃哦。等下就有人卡起来讲，哦，今仔食饱，啊，有的卡起来讲，阿伯，吼，等下吼，旁来遮电视前吼，做伙吼，哦，来看节目安尼，好，不管啦，吼，感谢爸爸妈妈吼。啊，咱这个哈，今仔下当讲是哦，哇，六月啊，初一呢，哦，对不对？六月初啦，初一啊，新的一个月这个开始，所以做者新的规矩，所以做者新的制度啊，咱有然后甲爸爸妈妈提醒嘛，哈，啊，咱的福利哦，该领也去领，搁再来就是你啊，报税报未付的哈，哦对，哎，来注意哈，有然后补救的方法，赶紧哈。啊，这个家己去自首，哦，去国税局吼，哦，用人工去报安尼，哦，安尼吼自首无法，啊无吼会家己发咯，哦，爱注意下，对对对，好来，不用来接哈，来林真水小姐，吃饱未？林大姐，你写的花粉的爱笑啊，安尼哦，爱笑，啊你今仔去吃饱未啦？我吃饱啦，哦吃饱，哦今仔吃饱噶，哦水哦。我今天较早食，哦，安尼好，安尼好，哦，较早食较专心看电视啊。对对对，食饱，今麦食水果啊。哦，袂歹呢，水果赞。加食寡蔬菜水果哦，对身体足好诶。哦，迄植化素加补充寡。啊，无食青菜，水果食较侪啊。哎，但是食爱注意，上甜诶袂使食上侪哦哈。好，我爱控制。哦，水果吧嘛爱注意呢。水果吧。太控制了。好啊，对、嗯哦，好啊，多吃蔬菜水果是好的了哈。好啊，你继续看这帮哈。好，谢谢，身体健康哦。吼，讲到重点嘛，你看，多吃蔬菜水果，而且食饭，食了佮食一个水果。当然，有的人讲哦，啊，饭前先食个蔬菜水果，水果哦，等得是较好。好，所以想要西餐哦，先来什么呢？就是开胃菜，前菜开胃，前菜先来，哦，为你得利啦哈。对，但无紧啦，咱既然已经习惯安尼啊啦，咱益生菌我那爱个吃一下，哦，拢无问题啦哈。真的呢，对对对，套餐大刚刚那几包，哦，真的是真的很有用，好不好？对，哦，所以哈，啊，这些蔬菜最要多吃一点。好，来，赶紧来进行咱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关心这几天一个空气。嗯，好，您出门袂受气。好，第一条道来看风景。哦，啊，哎呦。这真的太水了，这跟他一边镜，哎，对，镜子，这个离淡水不会很远，哦，应该就算那附近吧，啊，沙仑啊，沙仑啊，哦，沙仑啊，这个海水浴场一带呀啦，哦，这个红红的夕阳啦，对对，哦，啊，这吼，都要暗的时阵，哦，所以非常的水，很美，哦，而且还有天空之镜。有没有看到拍起来？哎，真的，那翕起来够水啊！太棒了！哦，所以人生哦，就是这么得猪得菜啊！嗯，哦，啊，所以哦，咱啊是爱讲爱食这个哈，天天五蔬果嘞。哦，对啊。就是五花十色颜色都要吃啊。对。哦，啊，人生蛮喜欢嘞。哦，爱有色彩，色彩斑斓，人生精彩，好不好？下一张。嗯。好。啊，有没有看到？这嘛是同款，刷轮子大家。哦。哦，另外一个角度翕的。对对哦，有没有看到？哎，佮有一挂迄装置艺术。哎，对，哦，简单的迄滴啊，那用的，对，用一个纱布这样就很很不错，我感觉这样很唯美啊。好，下一张画龙点睛嘛。嗯，好，这里嘉义的大拿啦。哦，大林这堤防边你来看，哦，非常的水。这阿伯乐真正，哦，真正来只行心花开啊。对啊，真正非常的水嘛，啊。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散步一下，真的来下一张。哦，这有和爸爸妈妈今天看的百合家嘛，对对对，啊，百合大三家，啊，这栋哦，地下厝这真正很有特色。这个哦，做高高扎实的这种，逐工都有人去遐翕啦。哦，真的哦，真正哦。哦，现在只要哦，咱哦网美去过了，大家都会去。哦，搁再来，咱之前无讲迄个苗栗去哇，通宵啊。哦，迄和田啊，迄个都要火车来遐，好无？对对对对。啊，因为哈，遐有个人讲啊啦，你知道？啊，讲要收钱啊，啊，结果起口角，哦，搞落尾，迄火规气拢斩无了，拢无爱互恁看。来，红姐啊，来哦，上水诶！
上水王姐啊，你好哈、啊。好，我跟你讲，好、哦、你讲，同学姐讲，有够乖，有够乖，安那乖。吃益生菌，好好好好好。吃玻尿酸，哦。啊，阮人食饱，啊，我一走啊，我才有通啊看电视。哎，安尼啊，啊，你改观好早，改招啊，改招来做位看。阮晚上看这伊较袂，因为我有改招啊，我讲等下文龙会放个美女互你看。哎，对。哦，等下绝对有，我甲你保证。哎呀，我甲讲，伊讲好啦好啦，你去看，我未甲你管啦。嘿，对美女无兴趣。伊会伫遐偷看。啊哈。呀，伊甲伊楼顶呀，伊去哩。好好好。楼顶呀，伊会偷看。对，我哩讲，伊去哩就偷看。嘿，你来看，讲到底是你好看啥，无来偷看者。哎呀，我落去上伊会看。嘿，我甲你讲会啦。美女绝对等下好看哩哈。哦，你既然讲出来，咱袂使有失望，好不好？好，好，谢谢，绝对还没赶快睡的哈。哦，赞赞赞，谢谢，感谢感谢。好，下一张，美女要配美景呐，来，咱这几天吼，雨安尼咧热嘛吼，啊，其实全台湾哪些个所在就无欠水啊啦，对对，啊，较欠水的就是遮个啦。哦，哦，所以台南高雄较严重啦，是，啊来就是嘉义甲台中安尼啦，哦，啊其他的吼。啊，水的问题较无啥物问题，好，来下一张。哦，所以即摆南部的水库安尼个看起来就有较清楚啦。嘉义仁义潭哦，甲南潭水库23.8、24.4。对对对。哦，阿嘉，哦，咱们水库6.9，明白啦。对。啊，这是啥？白河嘛，啊，16.9，好吧。哎，这乌山头还不错，哦，超过一半了。有没有看到？对对。哎，南华呢，28.9。嗯。哦，这是供应高雄甲台南的，哦，所以呢。啊，阿公店11.4，但阿公店这是灌溉用的啦，哦，和阿个牡丹水库，屏东哦31.2，不过屏东有那无啥欠，好，好，这个大家爸爸妈妈了解一下，好，咱台湾这欠水哈，啊，就是哈，台南高雄嘉义加台中，好，下一张，呵，所以你来看哈，日月潭这个九蛙啊，哦，有无开始要满起来，哦，所以哦，今麦已经747.8。快接近满水位了，鲤鱼潭嘛，哦，所以哈、哦，这鲤鱼潭的哦，南岛这袂欠水哈，真好哦。二期啊，稻作将展开作业啦。好，下一张。嗯，好啊，今天因哈，这个啊五七哈到孟阿仔啊8点，对，哦，今麦到孟阿仔8点呢，差不多落雨的所在，哦，差不多伫遮。会落较济安尼，是是，所以安尼看起来是北部的山区嘛，北部黑山区呢，哦、好像是对。对于这个家人吼、宜兰安尼切过来，新北啦，新北，哦、啊桃园啦、新竹这些山区安尼，哦，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因风台啦慢慢走去啊。好，好，啊，下一张，嗯，哦，所以孟阿仔哟，明天会很热的地方哦，有没有看到？南部，对，高雄、台南、屏东，对，嗯，哦，这几。一只蝴蝶加一支鸡腿，哦，乌蝶是迄个高雄啦，对对对，啊，这支鸡腿就是屏东甲台南嘛，嗯，哦，连做伙安尼啦，啊，边啊只吼，迄鸡腿的油个滴出来，滴出来只小琉球，啊，安尼猜吼，是，哦，有像啊，那有像鸡腿啦，有有有，片鹅、金门、马祖，哦，哦啊这，哦，南苏、绿岛，嗯，哦。啊，像北边迄家人书，吼、哦、吼、哦，这大概爸爸妈妈台湾比咱较清楚的啦。好、哦，来下一张。嗯，好啊，这个中央气象局咧讲的哈，啊，就是头下不能讲的，咱的水库的这状况。哦，所以呢，啊，这个啊，真侪所在拢特别满水位。是。新山水库、明德水库、哦、日月潭、宝二水库。加满呢。哦，所以新竹这拢袂歹。95以上、哦。对对对，嗯、都蛮不错的。对。好好，下一张。哎，有没有看到？哎，妈哇，逐渐远离呀。嗯。哇，结果呢？哇，伫这个华人家翕的这张哦，真水诶。哦。这个甲状云遮啊，哦，很厉害。啊，咱的天气吼、哦，风台慢慢啊过吼。啊，咱这个明仔载拜五吼，较会慢慢啊吼出发，哦，所以头下互你看迄条图嘛，北部阁小块热个安尼，吼、嗯哦，好，这哦啊，所以风太过出现这种云啦、啊、吼、嗯，下一张，好，明天的天气你看到没有？嗯，看到没有？拢袂歹啊，无啥物落雨啊，北部嘛真好呢，所以无啥落雨，哦，明天开始又是
晴天，炎热的夏天啊，对对，所以要特别的这注意哦，真正哈非常的热哈，所以好爸爸妈妈了解一下哈。好啦，这个讲到这个夏天热啊，咱讲有美女，这袂使开玩笑，对对，袂当讲骗。高雄有一间店吼，进前开店用比基尼游行来号召，他说我周年庆了，大家来报名，六月六号一起来。比基尼游行，比基尼，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基尼哈，大家最爱的周年庆开始，哎呦，真正的，哇，拢比基尼耶，六月十号，六月十号，不是六月六号，六月十号，好，这是去年的啊，今年搁要办啦哈，今年搁有，哎，高雄遮，哦，大家看看，哦，所以哦，六月十号，大家拢穿比基尼来遮哈。但是可能大部分看身材吧，家己的女朋友、甲某拢卖去要参加上好，大家拢同款，看别人的就好。哦，好啊，水耶！哦，高雄这店吼，即卖吼也是，对对对，哦，变成网络网红夯店，就很红了。因为这个有一个 idea 哈，就是这样宣传啊，不然就老板娘穿少一点。哦，炒饭炒面的时候穿个比基尼就對對對就红了，然后对事业线要有，对对对对，对要有事业線。哎、欸，但是之前没有了，他们就去做医美了，为了这 gay 医美工，对我就是做的 gay 嘛，把它进。但是这 gay 那些宅男还是喜欢看、啊，就喜欢看呢、啊。对啊，也没办法啊，对不对？对啊，对啊，都太肤浅了。像我看我们的节目呢，就不会。哦，只是看一看也不会去啊，对不对？你看对。哎、欸，江大哥讲对啊，哎、欸，我是看咧，我无一定会去。哦，好看。啊、哦，对对对对。看好欢喜。哎、欸，对对对对。咱这算洗目睭嘛，哦，什么看有趣的，跟咱食冰淇淋洗目睭嘛，哈、哦。好，来下一张。好，所以呢，这几天热大吼吼，啊，你也看伫这个哈啊，复兴乡汤的复兴乡。哎、欸，有七个啊，有那摊方呢。哦。哦，啊，今天慢慢啊，拢修复啊。哦。所以咱这几天你走山路，我爱注意哦。注意啊。哦，也陆陆续续，有时候还是会有落石。嗯。所以要走的山路，爸爸妈妈特别注意，尤其哈，中北部哈、哦，好吧。哎，给爸爸妈妈提醒一下。最重要。哦，因为搁再来啊、哦，就我假期搁特别来啊嘛、嗯。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哦。好，下一张。好。哦。啊，我看到家不？嘿。啊，这一个车站。猜猜看在哪里？你会猜东部对不对？阿伯嘞，答错了。阿伯是对。这台湾海峡。哦，台湾海峡哦。这崩山车站。啊。崩山啦。哦，那个。不是山崩哦，是崩山。屏东嘛。哎，屏东的崩山。枋山。哦，就是南枋山啊，这个台南有预警，就专门在出芒果的地方。芒果的，对对对。杨哲嘛，拢底下咧种啊笋啊，哦，叫杨哲咧种的啊，啊，乔又拢种哩个种，哦，对不对？一个芒果公主，一个芒果王子，对对，无同所在。啊，芒果王子会先出嘛，哦，所以吼，今麦屏东的笋啊咧出来嘛，对对对。所以崩山吼，有阵吼量无够，啊，有当时啊量上侪呢，有当时啊，迄个笋啊做啥？这是笋啊瓜有无？哦，有。我讲这笋啊瓜价小，好食，佮比买贵粒佮较贵啊。笋啊干吼，真的，迄一包一包的，是不是会较贵？有有，我有买过。哦、真的，哎，是安那样呢？哦，咱来看一下，下一张。好、哦，下一张先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哦，这有烘干机呢，而且偌麻烦呢。只要你做笋啊干吼，要65度到60度呢，要烘这个30点钟到38点钟。哦，烘这久哦。所以做一个果干无遐简单啦。够辛苦。好、哦，我这有啊，请你吃一下，来来来。哦，这么好！行行，你个哎、欸，这里底有七种，拢无同的。嚯、哦，有苹果、香蕉，哎，搁有面豆啊呢。哦，袂歹哦。来来，你家见够，来来啊，我搁讲下，来下一张，下一张。也蛮多的呢。因为芒果吼，对啊，小普遍你拢食过啊。好多好多。来，这啥？这嘛是算果干，这拢起饼。哦。这里做拍起饼，好不好？咱客家人上爱去，哎呦，你咧听迄声足脆足正，你感觉？卡兹卡兹，无怪哦，这嘴食蜜够好食。我今日无时间食，我即摆先讲。好粗啊！这吼起饼，嗯，安那做诶？咱带爸爸妈来看。哦，这嘛是果干的一种。好哦。但是这个起饼吼，哎，有它的学问的哦。哦。这些台湾人无了解的菜嘛，来来来，看者。哦，是。哦，新包新包，汉坑里。所以过去这一代无法种稻，相信当地的祖先拥有制作柿饼的技术，才让这里的居民发现了一线生机。
170年前，我们的祖先哈，带着那个石室的种子，然后落户在这边。嗯，住下来以后才发觉说，啊，这里怎么这么旱，都不下雨。那么不下雨的话，就是有一些农作物不是那么好种。嗯，可是我们祖先有那个做柿饼的技术，这体面，所以也是说上天也就是补偿我们，赏我们这口饭吃。哦。一般来说，九月开始晒柿饼，十月则是最高峰的季节。得要慢慢等的美味柿饼是如何一步一步制作的呢？做柿饼哈，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那个地头旁边那个翘翘的地方要挖掉。哦，地头边还要削掉。哦，好好。修完柿子后，马上就被送进炭烤室。柿农们用木材烤两个小时，才拿出来晒太阳。第二天。先晒，到下午呢就是翻身，哦，挨个饼，翻身它还不能捏，因为它太硬不能捏，所以我们这样翻一下而已，它叫翻晒，翻完翻就要进炭烤室再烤，再烤，第三天，我搬来搬去，搬来搬去，然后下去的那几天，大刚刚赶快呢，五六七就先晒，晒晒到下午要帮它按摩，哦，盖马杀鸡呀，烤晒按，非常考验耐心，够麻烦。啊，该去烘干室个用来用。是上天的恩赐，它经过日晒的东西，它是不是都会香香？像棉被晒过香香。对对对对对。那柿饼它晒过，它就特别香。哦。再加木材烤，尤其我们比较讲究，哦，就是其中一个要用油面烤。莹莹瓜茶，不断的日晒火烤，最后要挑出软柿子进行按摩的动作。啊，挑软的吃。这样按摩呢？哦，挨个按摩。它本来是色的嘛。你太阳晒跟九江风吹，还有炭烤，新定的旧钢风啊，它就变成柿子干而已，嗯，没有那个 QQ 的肉感。哦，所以这个经过慢慢的按摩柿子，欸，这个柿子会被还有美感的呢，这就是柿饼皮薄肉 Q 的秘密。哦，经过8到9天的时光，才成就一个好吃。哇，哎，所以就搞干的啦，哎，你唔知啊？哎呦，够麻烦呐，就麻烦。哦，所以这是咱身体的这个起病，哇，大家做块食，对不对？对对这嘛是咱代表性的果干，然后我们是跟咱芒果干的。对啊。下一张。哦，赞哦。哦，况且连日本嘛有啊，日本嘛有起病，对对对对对。日本的起病的方式跟咱无同，但是足贵。哦，你不能明天嘛，做鬼，是，好吧？真的。来下一张，也不错呢。哦，搁再来，哦，咱啊讲到这个水果干啦，哦，这大部分的人拢讲，啊，这啊人工的啦，加香料啦，无健康啦。哦。哦，但是我你讲，英国的凯特王妃，嘿，哦，凯特王，伊有新的时阵，拢在食这。哎，这个很好吃。哦。嘿啊。而且啦，吼。咱的家己啦吼，是会当做无唔对，但是头下无拢讲，大行拢足搞工。对对对。嚯，迄位行两三日嘞，哦，迄足麻烦嘞。啊，而且吼，咱家己做的无啊，这个什么防腐剂啦、人工色素，或者是加足些糖啦。哦对。哦，所以家己有哪当做无唔对，但是足搞工。所以你也要买人做吼，就是袂当吼啊，这个加吼有诶无加上侪。对。搁再来就是安那。哦，咱爱敬啦，哦爱敬啦。对，比如讲你爱食咸酸甜有无？有人有心爱食咸酸甜。对对对。啊，咸酸甜我讲，都要吃得到。迄腌制的物件就是加糖加啥一大堆啦。对。所以啊，白白你食果干和盐酸甜，你要食啥？食果干较好。哦。所以哦，凯特王妃伊食果干是正确。哦，下一张，你啊咸酸甜哦，迄个加料啊。哦。哦，虽然起边最好的。对对对。啊，你看了白白无？有呢。这个起生啊，哦，这起生的是一个糖分，嗯，哦，它会哦自然哦，自然散发，水分哦，嗯，啊晒干它就浮出来，嗯，啊顶头这呢，你要看一定这嘛有，外口嘛有白白，有吧？你茫讲这香菇，我你讲这咱台湾的起饼，我你讲这叫做土耳其的起饼，啊，啥物物件你知无？土耳其起饼，其实不是叫起饼，还是我讲的，嗯，其实黑的是无花果。无花果哦，世界的产量哦，无花果做这上济这土耳其有无？哦，哎，结果咱台湾有一个有够厉害，嘿，哇！伊机缘之下去啊吼，单甲这种物件吼，哦，叫人做个做像起饼那个啊，销登来咱台湾嘞，
哦，所以这吼、哦，哎、哦，咱来看土耳其的起兵的故事，好不好？好啊，好啊。哦，当然爱了解这个吼、哦、啊，这个果敢女王的故事，哦、台湾人去啊创业的故事。哎、欸，好厉害，去到土耳其耶！听一下来。土耳其呢是地中海型气候，它盛产像是榛果、开心果、无花果、还有杏桃等果干类的产品、嗯，它也是全球出口最多的国家。哦，听到没有？全球出口最多。接下来带你看这个台湾女生，哦，这个。12年前，她就应朋友的邀请、嗯、去土耳其玩了一趟。哎。就这样的开启了他的果干事业，如今他的公司年营收已经破上亿新台币。贵耶！阿拉马列多。哦，土耳其，土耳其。亚细亚克鲁松。哎。皮亚山塔朗德纳阿纳马尔。无花果，伊卡扎隆阿内尼，对吧？这是无花果。台湾吃得到无花果干，但新鲜的很少。全世界的无花果有五分之一产自土耳其。土耳其。哦、你看无花果是古老的树种，和人类文明一样久远。古那清当啊，亚当夏娃偷尝禁果后，有了羞耻心，就是摘无花果。这是吃无花果，亚当夏娃。埃及金字塔内的壁画，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墓中，都能找到对无花果的描绘。Güzel bir incir görüntüsünüz olacak. Aynı böyle. Aynı bö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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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öyle.哦，美味しい哦。味道有点像柿子，对，就软软硬。哇，所以我讲这个土耳其的起饼啊。土耳其无花果过去都是制成果干出口为大宗，直到前几年英国王室引来流行。哦，英国王室，凯特王妃，有无？哈梅利肯。哦。英吉利油。一定要对，无爽快，无爽快。无舍得的。因为对我讲你话无爽快。假料的这种款，其实其实 çok güzel bir reklam oldu ve tutuldu yani. İngiltere'de de tutuldu. Daha önce işte Almanya, Hollanda, Belçika, Fransa, Kaide Wang Fei 都在讲，欧洲人就都。哎，人家这样，我们赶快想一想。专销欧洲，以英法德和荷兰为主。地理环境优越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少数农业能完全自给足足。土耳其讲可怜，要加入欧盟，不然被插边。是全球最大的果干生产国。哦，有台湾人。看到商机。我粉丝的土司罗嘛，很厉害哎，我讲的。你看，因为坚果类果干很多，你看。对。哈，对，它基本上平均一年都可以产60到75万吨左右。哦，那榛果。是全世界的产量最大的。哦。台商一望，专门出口土国食品到台湾。土耳其有很特有的这个葡萄啊，是比较大颗的、哦，绿色的品种跟红色的品种，有圆的，有长的，有带子的跟不带子的。哦，对，那基本上数十种。哦，所以人家果干哈、哦，足济啊，哦，你要品种就好。品种它寥落指掌，俨然是当地的果干女王。一般在台湾曾从事家具贸易，他在这个家具啊。当时29岁的他，受邀请到土耳其看看。嗯，29岁的开心。朋友叫伊去的，嗯，讲要来佚佗去。我是来了将近第二个礼拜，他才问我说，因为那一年我刚好把台湾的公司都收掉，他就说，哎，以往你台湾也没有公司，也没有事业，有没有工作？那要不然你来这边，我们一起做吧。那其实我也蛮呆的，我就直接跟他讲 Why not， 就这样子。为什么不？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你蛮有冒险精神的。对，就是不简单的女生对吧？他们原本应该是还没当乱来啦。东西进口到土耳其，但2008年公司才成立，马上遇到金融海啸，都还没开始就得转型了。是刚好呢，我们那时候工厂也没有。产品也没有，客人也没有，欸、做贸易的情况下，转手嘛，像海底捞针这样子，就也忽然就是有台湾的一个客人，他就说，哎、欸，你可以帮我找找这个东西吗？找找那个东西吗？再找找那个东西吗？然后就从意大利面，其实我们从意大利面开始。意大利面的产量，台湾欠晒的帮你吹了。我们当初在进意大利面的时候啊。台湾大概也才不到10个货柜的量，啥开始10个货柜啊？到现在都已经台湾进口土耳其的意大利面都是几百个货柜的量，几百货柜。就这个机缘，一望接触了食品烘焙业，是果干，果干有市场。我第一个推的产品其实是无花果，哎，其实无花果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果干。果干，我们当初其实在出口到台湾的时候，其实。
台湾都喜欢看起来白白的，所以呢，注意哦，其实那时候的台湾很多的无花果都是漂白的，漂白的，完全不知道，果干上背都漂白哦，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你就看到说，哎，这个是发霉吗？对，所以就不敢买，然后客人就会有所谓的滞销的状况。嗯，其实无花果跟台湾的柿子一样，柿饼它刚开始晒好的时候，它也是橘色的，对不对？但是它久了之后，它也会变成咖啡色，然后外面会一层白白的，那个就是糖霜。其实意思跟无花果是一样。要一直等到这几年，健康养生风潮起，这种无加工的天然无加工的，如今以往光是无花果干，一年就有500-600吨的出口量。2018年公司营业额约400万美元，慢慢壮大，不断测试市场的可能。其实台湾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可以过来的，因为比如说芒果，土耳其，所以瓜人基本嘛就是土耳其，他们本来。他们其实跟台湾一样，都是水果很丰富的国家，果干类，有些水果，果干类的很多。我们台湾有，他们没有。那他们有的，我们台湾没有。我觉得没有的部分可以做交流。哎，不错呢。哦，好了解姐。哎对哦。这是台湾的起饼。嗯。这是好土耳其的起饼。对对。无花果干。嗯。很像，对不对？很像，很像。东西不一样。哦，你看这几家合作都很好吃。对对，很好吃。所以哦，就是把那个咱原本。蔬菜水果的吼，啊，养分拢保留来，甲水分抽好大，对对对对，哦，哎，下一张，我觉得很棒，哎，对，很棒啊，来，好，所以你看无花果，对，哦，所以这外口白白去吃它，迄个的藤生啊，不管是啥物水果吼，起饼啦，是啊，柿饼都一样，都会这样，哦，下一张，嗯，好。讲到这个蔬菜水果来，其实这个这张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苹果的看嘛哈。伊讲金蕉树生不出苹果。哦，一定的嘛。对。啊，椰子树生不出西瓜。西瓜。对对对。啊，伊讲因果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对。嘿，啊，你对人好，人才对你好。哎，不唔对。嘿，啊，凡事唔通想计较。哎。啊，别人自然就袂向你计较。哎，对。哦，啊，这吼。爸爸妈妈共勉之啊！对，我觉得很好。所以哈，种善因得善果。对对对。种恶因呢？不是不报。自食恶果。哦，对，你讲对了，不是不报，是早晚来到会自食恶果，好吧？哦，所以咱尽量来准核心做好代啦，哈。啊，所以呢，爸爸妈妈嘛，赶快啦，咱食食来经呢，对身体较好。对。平平要食不拢讲，那是哈新鲜的水果果干。好，跟蜜饯，当然，咱也食当季的新鲜水果，你食的会上好。对啊。哦，啊，但是有当啊呢，咱季节唔对，咱佫想要食的啥，就食果干。果干。佮再来吼，新鲜水果放袂久啊，果干甲水分哦用掉，你得放会久，会当食到啊嘛。对对对。哦，所以呢，当然是吼，新鲜水果上好，啊来的果干，啊来讲蜜饯。三不过是要吃一个，因为蓝的有的不会太多啊。对对，太多了。好，下一张。哦。好，这个哈，这个台风过后的啊，这个玉里池上架。哦。好，非常的水吧？哎，真水呢。啊，红太那贵料的是这个型。伊拢爱一个一个长方形。对，有嘛？啊，这稻田呐，哈。对啊，对啊。下一张，另外一个角度。哦。华东纵谷这样，你看。啊，就是很漂亮，还有梯田，然后你们看到，真水，哦，这红胎吼，啊，慢慢啊过啊，这今仔翕来再看就知啊，好，好，下一张是，好，哦，这呢，这个英国有这个在别康桥，哦对，啊，咱台中的中心大学也有康桥，啊，这里只有自摸没有自摸，啊，来这里只能自摸，这里没有徐自摸，哎，对对对，只有自摸，哎，对对。来家听讲哦，帕马丘也袂歹，主翁啦，中心大学康桥，真水呢，很漂亮啊，哦，红太阳的贵料呢，这给他套炸去呗，我觉得蛮干净，也是蛮漂亮的，对对对，哦，所以哦，要去运动的，知影伫台中会当去中心大学教袂歹，好棒，好，再见康桥，好，下一张，好，好，咱这个北部吼，哦，红太阳再无去吧。哦，啊无芙蓉呢，六月九号就开始要国际沙雕啊。哦，即几工咧用咧，风太阳入来都啊无，都加在。哦，所以吼，爸爸妈妈当安排一下，六月初九吼，后礼拜要开始啊。下一张。朱德迪士尼。还有这个很多。好棒哦。哦，国内外超过10个艺术家。
哎，做不，哎，这搞缸的呢，这就很困难呢。而且哈，有下雨，有什么要赶快再去补哎，赶快去补嘞，做麻烦。哦，所以这沙雕哈，芙蓉了哈，啊，这个进前伫台南的将军有啦有啦哈，啊，到时候有，卡去啊爸爸妈妈补。这六月七九开始，好，好来下一张。是。哎呀，哎，美女来啊，这不能讲不行。哦，哎，为什么他这个职棒啦啦队他叫做小真奶呢？这应该不止小真奶吧？这根本是波霸了嘛？怎么可能呢？这怪了啊！老师说不要乱说啊，不要乱说。这小真奶哦，小真，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叫小真奶。对啦，他名字。哦，基本上我那是啊啦啦队也是一个网红了，但兄弟还是过去一起哈，科技业主管，我看到吧？啊，这么厉害哦！哎。问题是，他现在当网红，当啦啦队可能赚的更多，有可能啊，啊，对不对？对啊，对啊。光是网红随便po个影片，就有广告商赞助，点阅率你刚才哦，嘿，这是我喝汤的。对嘛？所以哈，爸爸妈妈你要知哈，想要做些哈女性，尤其身材好的，对，事业线丰富的，对不对？都转行当网红啦，啦啦队这种的啦，嗯，啊，对不对？哦，科技业女神啊，下一张。哇。哦，你看，他真的是身材真的都不错。哦，这身材真正有好啊。啊，主要是哈身材好爱配这个面露啊。所以哦，咱的面爱顾。要要。哎，面爱顾啊，上好是用天然的方式来顾。嘿。你面无顾，拜托的，你敢是身材好话嘛？懂啊？马伯豪。对对对。好，来下一张，不要看太久了哈。好。啊，讲到这哈，哎，我就知哈，哎，地震大哥哈，我有看到了。哦，我们有时候现在量多吃一点没关系。咱哪里怕婆婆的互动的时候，等汤起上这盖，阿无为爸爸妈妈真会卡袂入来啊。对，这真正爸爸妈妈给咱建议。对啦，这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啊，对，讲火一三七瓜加二天，哦，哇，一直怕婆婆，一直怕婆婆，连续怕五六盖，比如讲你怕五盖好啊，可能就有四个人卡袂入来。哎，对不对？所以就讲一首歌，你要卡一届、两届，安尼就好。咱即马线较少，对对对，之后会增加的吧？啊，文峰吼，你笑的时阵，我知你足想要卡足侪届，但是有诶，我那有卡超过三届。这我甲恁拜托吼，我虽然笑啊足好听，但是唔免卡到三届，你要卡一届、两届，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啊，无我，谢谢爸爸。哎，愈笑愈好听，恁就一直卡，别人就卡袂入。好，安尼好不？甲爸爸妈妈拜托啊。是是哦，因为哦，这些拢大家拢了解啦。有时候真的蛮线呐。对对对，啊，甚好，大家你看这部的人好不好？哎，电话卡好卡。对对对。啊，咱哪里互动的？互动的时候嘛，赶快。哎，对。哦，你就是看吼，那是做派卡一下，你要休息嘞，淡一下卡个卡。对对对对。好不好？好，谢谢咱爸爸妈妈。真的，啊，不拢好恁单讲，哎，对对对对对。好，啊，这吼爱讲一下车。对。台湾钱又搁咧用卡吧，啊，你看五月份呢。哎，咱买车的人又搁买四万两千几台呢，嚯，又搁成长啊呢，这么会买？奇怪，台湾呢吼，进口车是愈来愈多，你知道哦？嚯，所以哦，你看台湾哦，好起来嘛是介侪呢，很多呢，啊，真的。都唔知影开一只好。世界名车伫台湾嘛足侪。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限量的。哦，对。哦，所以哦，啊，这个进口车你看话占总市场的49.5%，我差不多一半。要一半对。哦，差不多一半啦哈。哇，所以呢，哦，真正这个车的市场啦，名车热滚滚，热滚滚，哈，好，下一张，好啊，讲到这个车，啊，这个台南讲到一个做五金的批发这档的啦，哎，对这个啊五三八档前，哦五档来啊，但是2017到降息已经超过。啊，六档以上啊，对啊，哦，对，五六年来哦，已经欠水欠600几万了，哦，啊，拢无要还，做这样的做皮，哎，好过分哦！你讲我也无要出国啊，因为你啊欠水到机场就去用炸了，哦，你啊欠水伤济哦，未当出国，嘿嘿，啊，这个啦吼，哦，无要吼还钱，咱迄个执行署的管收，对啦，因为安那呢，差掉伊个有2000几万，佫会去开新的公司，哦。奇怪，你都有钱，拢无要还税，对啊，所以哦，缴税这当兵缴税，这咱的应尽的义务啦，哦，这袂使招下没？对啊，哦，啊，不然进入施政的几面堆堆来，对，哦，来下一张，对啦，这样不行，好啊，这台车的厉害啊吧，大家拢知啦，啊，特斯拉，哦，特斯拉，哦，你要看，哦，马斯克啊。坐伫伊去中国，即几工伫中国访问嘛，因为中国甲买足济嘛，哦，
啊，伊即摆吼全世界彭博一个发布啊，他又重回第一名啦、啊。哦，伊的资产1920亿美元，好歹撇5980亿。哦，哦，第二名像，是谁？拢恁这美女贡献的 ，LV 集团的啊，真的哦，执行长哦，阿尔诺，美女贡献，一万哦，1870亿美金，好歹撇啦吼，五条外啦，哦，所以你来看哦。哦，世界上好起来，一个做电动车的，一个做卖 LV LV 包的，对。哦，拢恁讲的，恁这美女讲的。啊，做这吼，拢查甫的开的钱。哎、欸哦，好男人，好男人。真、欸、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少啊，拢家己买较济啊。好，下一张。是的。哦，咱搁讲一下好啊。嘿。讲了钱吼，哎呦，大家了解。哦，即卖你看演唱会，你感觉贵咖呐？你敢知？很贵啊。啊，对啊。Sam Smith 这个吼。欧美著名的 男歌星吼、喔，伊十月九号要来台北唱歌嘛，哦，小巨蛋，嘿，你嘛伊门票你也看，我唔知，较早讲有迄、那个较后边800块的有无？哎、欸，对，以前有800，潘姐现在没有，现在3200起跳，好贵，上歹的3000，真的假的？上中的7000，哈，看你无？哦，很贵呢，好看你无？所以哦，即摆演唱会看一下哦，哦，啊，不简单。哦，真正无像呢。真正无像啊。对啊，以前后面阁有迄800块的钓呢。但这少年人哦，拢足感慨啊。哇。迄同款吼，拼命去钓。啊，那是讲一生一届是吧？紧。安尼啊，无可能一届啊。无可能一届。啊、有一届就有两届，嘿，一定的啦。哦，是安尼、哦，无三不成理啊。对啊，哪天又周杰伦，哪天又蔡依林了，哦，对不对？伊、哦、两个免讲，迄票拢抢无的啦、啊。所以永远嘛吼、哦，看不完的，哦，对不对？啊、哦，下一张，哎、欸，真的蛮贵的，对，很贵。下一张，很贵。袂记得报税啊，其实啊。哦，爱家己赶紧去报哈，会当去人工哦申报。嗯，哦，啊，无已经过了，到昨昏了。哦，会记住哈。是。好，时间的关系哈，咱甲爸爸妈妈先分享到这好啊。哦，好啊。来，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这个歌曲。好。哎，真正，这个我头下讲的，打谱啊，一个人上侪打2摆就好啦，因为我惊我唱伤好听。哦，你唔免一直卡吧你。哦啊，但是你讲讲的，你唔捌你卡的时阵，你有哪会卡？袂使等下无半个人卡哦。带多零有啊，拢无啦。我较烦恼啦，医生是袂啦。好，好不？你要安排什麼？安排一首台语的老歌。哦。啊，袂使甲我半分焦。轰隆人生。哦，很好听哎。好不好？哦，这老歌哈。老歌很好听。唱歌感情。是 是。俺爸爸妈妈抱一个感情。嗯。拍破一届就好啊。好，谢谢啊。来听歌。谢谢。好来，谢谢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感谢咱甲咱台湾看天下啦，医生们拢甲咱照顾看家哦，谢谢咱秀芬姐、林子啊、这文员大哥，好谢谢，东柱爸爸。身边有你，情话甘甜，流恋放袂离。烟酒香味，要分做起，更加心不死。春风微微吹入窗边，茫茫在世。啊，醉生梦死。往年为一起，谢谢蓝氏太太、月珠妈妈，谢谢咖喱陈小姐，谢谢翠婵妈妈，感谢你，谢谢梅学姐哦，感谢雷魂贼呀，谢谢秀芬姐、文员大哥，谢谢风学姐、月莲姐、秀玲姐、秀兰姐，谢谢。放下家庭轰动，生生为你来牺牲。酸风寒冷，继续无眠，抱海阮前程。想要来唤醒，万求半生，替谢来归情。啊，浪子苦情。在什人的昆明，谢谢梅梅姐，谢谢小璇阿姐，谢谢金特姐呀，谢谢景凤阿姨，谢谢0425的好朋友哦，谢谢海瑞大哥，谢谢蓝嘉义的秀英姐林大姐，谢谢地震大哥。
黄昏啊，到愈想愈闹，心情乱糟糟。路边的草也要等候春天落水到，人生快老，青春连笑，应该好好偷老。时机到了，浪子着紧好回头。感谢您的捧场。好，来，谢谢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谢谢。经过文峰这个电脑的统计，对，冬瓜帮秀兰姐两届，哈，咱的林志阿姐两届，统计，地震大哥五届违规，哔哔哔，地震大哥以后袂使卡这届，虽然笑到这好听，对对对，地震大哥上这届，啊，梅学姐两届，哈，金桃姐两届。哦，这个跟我来统计啊，中柱爸爸两届，秀英姐一届。我讲两届跟啊，其实两届吼，不会啦，都还可以 ，OK， 都很好。对 对， 對，哦，安尼你看，偷偷的做这爸爸妈妈卡起来。对对 对， 對，谢谢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啊，好不好？哦，安尼吼，人人有机会，大家都卡好卡。好，以后我呐吼，一百转、两百转的时阵。故在你卡，马劲卡个崩起拢未，拢马劲，嘿，感恩啊，谢谢啊，咱的成长哦，就是爸爸妈妈甲咱看家，不然台湾艺术大也好吼，咱依山文风哦，啊，伫遮拢会当诶，啊，有足好诶环境，对对对，爸爸妈妈恁的关心甲栽培，谢谢，感恩啦，多谢爸爸妈妈哈，好啊，等一下吼，咱后边阁有精彩歌曲，哦，今日哦，日语诶哦，台语诶，等一下阁有客家诶哦，所以你要注意听哈，是的。往事只能回味。好，咱哦来安排一个哈。对。啊，较无同的好啊。哦，好啊。咱哦热天做热。啊，咱拢爱食一寡冰的物件啦。嘿，对。啊，物件冰一个好，代价心凉鼻头开。哦，对啊，对啊。嘿。但是注意哦，这个冰箱吼，哦，伫这个1956年，民国差不多45年，伫美国才出现的。美国。哦，迄阵打开始的冰箱，要看一个无？哦，想要看。哎，美国的冰箱，40几年啊，1945年，45年，来看一个。其实的含金量足少，足少。Spreadable butter, cheeses, even leftovers, and a big picture window hydrator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哦，看奶油呢，蔬菜。It tilts down to show you. 蔬菜水果有单独的咧，你看迄阵的设计，可以当摕出来。我感觉较在，较好呢。较在。But that's just the door. Think of all you can store in here on these big firm shelves that roll all the way out to you, so you can get at the food in back without moving anything in front. 民国45年的代志啊。Oh yes, there's a place for them too. In this big, big food freezer. Even your ice cubes have a special place for storage. Right here. And watch how they get there. Oh, 冰格的地卡。Turn it over and push. Oh, you get a shower by the way. All frosty dry. 你看你设计多好。哎呦。哦，你看。卡在冰箱诶，几高啊？几冬啊？民国45年到现在55加12，67年前。哦，较早打开始的冰箱就设计到这好。以前很厉害诶。你看这很厉害了，对不对？对对对。哎，这个不简单。不错哦。所以恁即卖冰箱应该最欢喜。对。个咧智慧节能省电。对。哎，讲到这个其实咯，哦，即卖开始哈，哎呀，夏季电价较贵啊，所以你也要换冷气、换冰箱，这种有补助哈。哦，爱换省电一级的哈，会记住了哈。省电一级。哦，连你换除湿机，哦嘛赶快咯，除湿机有那补助哦。哦，除湿机哦，哈，会记住哈。对对。来去给爸爸妈妈哈，恭喜哈。湿气啦，台湾湿气。对对对对对，好。啊，讲起湿气的，因为落雨。嗯。啊，咱来听一首呢。刘文正因为今仔无来，咱邀请到呢。啊，这个三位吼，这个大哥合唱。大哥。来翻唱这《三月里的小雨》。哦。而且有美景。哦，真的。但没有美女，拍谁？好吧。来听一下，回味一下。好。是合唱团的感觉。哦。哒哒哒哒哒哒。哦，这是不是阿卡佩拉那一种？好厉害哦！三月里的
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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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沥，山谷里的小溪，那个声音跟我一样，哗啦啦哗啦啦啦响个不停，哗啦啦啦啦，小雨小雨为谁飘，谁飘小溪小溪为谁流，哗啦啦带着满怀的激情。哦，这个唱得不错哎。听我叫停，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这个合音合的好棒。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听到了想尿尿了，我知道。啊、没有吗？那我们恭喜嘘嘘啊！一滴嘘滴滴滴滴嘘滴滴滴，想要上车说了。哎，好，三月里的小雨合唱版很厉害吧？很厉害，我觉得好棒哦！哎，看在我的合唱团中唱低音呢。哦，那个好低耶！三月里的小雨嘘滴滴，哎，我小低音的麦克给破，太低了。我这贝斯哎，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好，来继续哈，咱这个哈啊，听歌听了，咱这个过来哈，看一个电影。丁导，哦，咱有讲过嘛？洪一峰主演的《古井秘密》嘛？对，看到一半。迄个家吼，娶老迄个，嘿，到底是谁？敢是伊去租厝？租厝。那个房东的查某囝，到底是不是？哎，对呢。咱来看下集，看一下，好不好？好好奇哦。古井秘密啊！妈妈，啊，你去倒去？我要去找阮爸爸，咱回来去。找阮爸爸。恁爸怎啊？地动啊你啊？哦，不是哦，老姜啊。哎呦。凌晨零七度，老子。哎，阮家无新闻，干那出三分两。哦哦，这个去无乱远。两分两千啊，对。无乱远就到啊。这是什么车啊？两千的电。哦，阿忠伯，稍等嘞哦。啊，这阿忠伯啊。阿忠伯，阿忠伯，稍等嘞哦。稍等嘞哦。哦，好像是阿忠伯，你顶次甲我讲，你有一间房间要租人是？嘿，是有人要租是？是，这位洪老师要租。洪老师啦，洪老师，加油加油！要无就说，我请你来看。等下等下，来来，谢谢。哇！哦，洪老师啊，洪老师咧，谢谢哦。好。哦，这较早这什么铁牛啊车，这真正正港的铁牛啊车。以前路很大条呢，还用土路呢，你无点啊加路呢？啊，这创啊，影片阁会故障。哎，这可以修复的啦。对对对对。我他妈这技术之厉害。较早的这個路真正哎，开花啦，这家在背书。哎呦，崩钢哎，桥啦桥。哦。哦，啊，这创啊。我唔知呢。啊，还要去搬槟榔啦。哎，举只机要吐槟榔，你看。啊，采槟榔阁有台语的啊。哒哒哒哒。青春。少年气。哦，哎，真正举迄机伫遐吐呢。落几粒子，白衣版的。漂泊，这是一只英俊个漂泊。洪老师来了。洪老师，洪老师就帅啊。所以洪英宏生了烟斗，真正感谢恩爸。不要吼，不要走！哎呀哎呀，行了，要走啊啦，是要走啥？
哎，等着洪老师。伊肯定洪老师要创啊？伊无说无小心肯定啦。丁姐姐。啊，伊在娶路迄个啦。哎呦，你真多谢。哎呦，哎呦，哎呦，伊个人嘛咧急，哪咧甲咱说多谢？我先一日甲伊娶路的啦。是的吼。袂。啥个你点着？袂袂。先生你。我即摆踮伫阿江地厝，有闲才来坐啦。哦，阿江边倒是。哦，毋是咧。哎呦，阿克尔哥不是嘞？那嘛是老师嘛？哎，不是嘞？应该是哦。这个可能暗恋着洪老师的款，这个老师看了做袂顺眼哦。洪老师，你看哦，来呀来。洪老师，喂。李老师，啊，李老师，林老师，他好。人不是姓林呐。刚是甲一挂菜饭两个小姐咧讲话。我是的。行了行了，行了。哦，伊食醋啊啦，伊就无啥会虾米讲。啊！古早新加坡物资欠缺。哦，这较早新加坡、哦。对，这以前。哦，这出个应该为新加坡去啊。啊！以前个老相片。哦。哦，所以它是古井迷迷的迄个电影啦，對對對啊，这是后边插一挂迄个新加坡的老相片。对 对, 對。哦，安尼，让爸爸妈妈你看。做好奇的后边是哪发展？嗯。我看这吼也袂紧张啊，我看是卖看好啦。袂紧张，无恋爱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好不好？诶，人爸爸妈妈较早看这個啊。啊，真的哦。对啊。哦，哎、啊，较早谈恋爱拢嘛爱看这种啊，对不对？爱看有一种哦，小鹿乱撞的感觉。对对对，洪老师是很有才华。洪老师啊。对。但是演电影啊，这都无迄个，不是啦。较袂晓演。不是较早可能大家拢安尼啊。哦，就是公公的感觉。哎，对对对。好，来继续吼，咱来看一段西洋的，很大家都很知道的卓别林，大家都知道。哦，知道。啊，好像留个小胡子。默剧嘛，都没讲过。哎，对对对对对。哦，咱来看卓别林，好不好？好。哎呦，卓别。啊，伊迄个呢？爱情秘籍，裁判后边是咧。哎，我搁偷拍。天不能。哎。哈哈哈哈哈哈！这真有够硬个。秘籍人后边。哈哈哈哈哈！啊，人要甲拍的，谁人？好烦呐。很好笑哎、欸！太大声！哇哇！这个人起来啊，一个。好啊，就这样哦，休困休困。好，各位开始啊。所以卡在末，哎，卡在咱后边。哈裁判。害人，害人拍着裁判，这个换一边裁判。所以卡在迄个墨迹咯，后边。后边来。这是卓别林的电影，这嘛憨狗。可是蛮好笑的啦。豆豆先生可能拢而已。啊对对啊，这下啊，安尼败啊败啊败，应该无救啊！哎呦，哎呦，哦，哦，对，要拍哦！哇，两个拢倒去。哦，啊，但伊较早起来。啊，卡一节倒一节起。哇！啊，伊高点，高点爽。哇，安尼无球啊！
哇，更弄解啊！这个回味一下周边人的点亮伟人吧。我觉得默剧其实蛮好玩的。哦、爸爸对对对对对，好、啊啊，今天就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哦，头头跟你好讲的哦，咱这边哈、哦。啊，要来回味一下客家本色啊、哦，对不对？所以依山要来唱一首哈，哎、嗯欸，这客家话哈，对、欸、我不是客家人呐、啊，会晓讲没？我不会，不晓讲，哦，对，啊，会晓唱不简单嘞，我只会唱不会讲。我到现在哈、哦，啊，一首都不会唱，啊，因为这特别去听个背啦，只会谁没眼将而已，谁没眼将就很厉害、欸，只会讲这个而已，哦，好、哦、好，嗯，啊，咱哦听歌了，你来注意，对哦，哦。咱这个色、嗯哦，要用在对的地方、哦哦、要把美色留起来啊。对、哦，男生不要太色，但是男生喜欢美色是正常的，所以咱要家己较水、较漂亮，对不对？来，客家本色。听歌。谢谢咱三龙大哥、咱文远大哥、岳珠姐、小学美女秀芬姐。我上过台湾，无半点钱，上万家平江上甘甜。有讲错字几十年，不算万年。世世代代只安勤俭存。谢谢来中村大哥林子阿姐，谢谢来凤学姐，谢谢来 BBJ。世态在进步，色彩改变，是悲惨路充满人间。风轻似剑，哈加尼守护心田。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的人，就从恩。姐，来冬瓜帮秀兰姐，谢谢来杨妈妈、梅雪姐、丽华姐、锦凤姐，来翠婵姐、医生姐，好、啊，谢谢江大哥，好、啊，谢谢啊，来啊，海瑞大哥、重启大哥，好、啊，谢谢来珍珠姐、黄姐、张大姐，谢谢琼珠姐、李哥。东山过台湾，无半点钱，三万大平江上甘甜，要讲错。谢谢赖启成大哥、黄姐，谢谢钟顺大哥，谢谢瑞兰姐。时代在进步，色彩改变，是非善恶充满人间。风轻似剑，哈加尼守护心田。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的人，就从恩。太好了，好大的惊喜呐！文远大哥、启成大哥、秀兰姐、李雀啊，这好、哦、谢谢秀英姐、丽花姐、杨姐、秀林姐，好、哦、谢谢。那么薄荷岗进攻歌喽。
来，爸爸妈妈头有看无？吼、哦，这本来聊完一大堆的，经过啊二十天了，你看面啊水当当。好，所以爸爸妈妈岁月忽然的分家，哦，就是聊婚。但是忽然的经验是智慧啊，哦，所以呢智慧老来聊婚爱要走，所以免啊好走。哦，我跟你讲，咱先了解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嗯，人细胞老化，对，然后佮有皮肤较干的啊，是，还是讲你常常吼紫外线拢有晒到，对，吼，啊，佮有咱胶原蛋白的流失，啊，就有尿痕，没错，哦，哦，所以爸爸妈妈吼，你有这个问题，哦，今仔日哦救生来啊，对，哦，要给恁的拉提除皱，对，而且咧明星级的配方来啦，没错，我咧讲这医美吼，拢有几贵项物件啦，对，你国际柜内底保养品绝对。有哪有这样的东西啦？去看都有。来来来，嘿，内底有咱的黄金金箔，嘿，哦，够咱的。这真正。对，积雪草的积雪草的精粹，对对，啊，够有咱的光果甘草，都很厉害的。对，然后还有小麦蛋白呀，哈，够有咱的母菊花精粹，啊，上重要的是内底有咱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胶原蛋白精粹，是，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哦，你有机会啊。我们要改变你的一生啊，所以天后级的东西就出现了，没错啊，咱天后级的这个物件，哦，就是咱的黄金血丝，加咱的胶原蛋白精华液拢在加，对，都在这边。所以爸爸妈妈呢，这吼去做了的，有啥咪功效呢？哦，简单讲来，第一类哦，也当淡化咱的纹路，纹路。吼，你就是你疗痕啊，还当好听啦，紧致拉提，哦，厉害啦，敏感又起来了，而且可以更色，更色，嘿，哦，而且呐，补水保湿，补水保湿，对，这么厉害，水分锁住，哎呦，所以爸爸妈妈拎了之后，这这么厉害的物件，但这物件要安那用，你敢知呀？来，有三个口诀，很简单。哦，教你要哪用哈，功料哦，等下咱来示范，对，好吧，来。第一个就是讲你要先喷，喷喷咱的黄金胶原蛋白精华液，是哈。另外就是你要打大煞，就是咱的黄金血丝这条线，嘿，这条线打在你有疗痕的所在，是是是是，你要打对拢嘛，对对对。啊，第三哦，就是你要轻轻的按摩。哎，按摩会吸收，直接吸收，这条线会吸收的哦。安尼哦，嘿，哦，是是，按等下来做示范。好，要示范进行哦。对，咱卖讲，咱跟他扛嘴，不直接讲，咱听爸爸妈妈伊哪哪讲。对对对，好，来，请听进来。张大姐，你好。嘿，物件哪会遐好啊？条线甲高嘞，啊，甲背安尼就碰起来。秀满姐，你好。快哩，一三二哦，做好个哦。比人较早哩埋线嘞，佫较好啊。秀满姐，你好。这真的不错呢，黑头纹哦，减少了呢。一罐一罐的，我都是洗完脸以后喷。金露姐，你好。我买回来用吼，这效果很好。我有时候像血丝啊，我都会放在那个脸部比较多的皱纹，有时候会放在我手掌心，那我就用那个精华液去给它喷。让它溶解比较快，整个脸涂抹，然后整个去拉。我们不是有颈纹吗？哎，我每天擦都有效果呢。蛋白丝没有的时候，我就单独用那瓶精华液哦。我这样喷这样拉提，我效果真的很好。我每天这样擦，我觉得有效果呢。瑞兰姐你好，对呀，不错呢，看你们非常有效果呢，额头都亮起来，比较快吸收啊，快吸收，马上融入皮肤去了呢。玉如姐，拉皮除皱啦，用这唔免特别听，轻轻按摩了，完全都吸。好、哦，爸爸妈妈，你看到吗？是是是、哦。所以咱这边吼啊，得来示范一下，对对对，来看一下，看一下哈。来，爸妈，比如讲你面吼，你平常时伫处理，就是脸要给它洗干净嘛，吼、哦，你爱洗好清。保养从清洁做起嘛。对对对。啊，清洁完之后。是清洁完之后。当然得用这啊。很简单，对。就简单。啊，你得安尼吼，甲喷。比如讲，我今仔要用我这个面，好、哦、这边啊，你看我脸是不是都一样？对。哦，现在都一样，我来甲喷。好。喷。对，就给它喷就对、欸，味道很好，味道很好。哦，欸、我喷额头。嗯，啊，你当然咧先小夸干咧打一下，打一下。哦，是哦。啊，因为吼，爸妈你咧喷进前，你当然喏，先把你的蛋白线，欸、你也当然先给它退出来。欸、啊，它这个都是结一球的这样。哦，啊，咱手搭搭先给它退哦，吼。哦，搭搭的时阵退哈，你卖淡淡伊会怎啊溶解了？啊，可以给你一条。哦，这个等一下我可以来试啦。对，啊，我嘛来一条，安尼。对，嘿，我嘛摕一条。啊，这样啦，这个这条线哦，比如讲吼，我今仔，因为我感觉我脚有迄个嘛，有那个我们的皱纹，我甲喷一下。哦，喷对了。比如讲，你有眼袋即个遮。对，来，我你看看，我喷出淡薄。纹呢？对，我就安尼，为遮甲打，而且我甲打，我是为上面，我会甲拉提。
有沒有，我这边再给他拉，欸，对，欸，我这边给他拉上去。对，啊，伊线伊会吸收，欸，很厉害，欸，哦，它线会吸收，你有看到无？伊即阵线在吸啦，嘿，啊，你若感觉讲无够淡，你就搁甲喷，嘿，这卖性哦，爸妈不要省哦。咱这的六大精粹，你放心，你就尽量甲喷。你像伊这胶原蛋白线，它是会吸收的，所以胶原蛋白线吸收了，吸收，会走来皮肤来。对对对，所以你咧，你就是你在贴的同时哦，这个时间你会当甲安尼揉，哦，好，给它拉提，对你给它拉提，哦，好，这样拉，哇塞。等一下，注意看哦。对，你见证奇迹的时刻。对，而且爸妈你要注意的是说，你在做拉提的动作，你一定要往上，你一定要有一个手势，你要往上。对对对。嘿，你袂当安尼轻轻安尼后背搓安尼，嘿，安尼就无效果啊。拉提就往上的手势。对对对。啊，爸妈，比如讲咱鱼尾纹对不？咱头啊我是坑尖，啊，比如讲你只有木偶纹的，你买当坑。对对对。哦，这边两边都是木偶纹。对。哎呀，你安尼个，安尼个鱼。啊，伊线来吸收哦，对，还会吸收。啊，咱这喷这也蛮有效。对，喷了。爸妈，你若是讲线吼，饮料直接喷，嘿，直接喷就好啊，嘛就有效诶。伊咱甲你拉提来，今麦咱要来看哦。哦，你看。你看我用无偌久哦，来，现在给你们看哦，注意看哦。嘿。哦，要认真看哦，来，你看外面。看到没？迄个面是不是拉提起来？我看到。好厉害哦！我的脸啊，太有没有看到？真的。哇塞！我这是 Kitty 的哦。爸爸妈妈，我这边是上去的。你看我神奇不？我这一进到底的，这不是做康的哈？爸爸妈妈，这真正太厉害啊！哈！你像爸妈，我你我这真正，你在用这项物件，你一定要安怎？持之以恒，你打钢拢爱喷。你像你打钢喷，你也发现讲你的面规个紧致 Kitty 哦。你自己看我这样是不是？哎，对，很夸张，哎，这点真的很夸张。来，爸爸妈妈，你想没想医生呢？想没想妈妈头先已经讲的安尼无？要变少咧，要个吼皱纹吼，我腮红那那不是问题。来，爸爸妈妈，我你讲较早你做医美埋线，什么电疗，嘿，侵入性，嘿，买个开足侪钱。对，我你讲给那只黄金血丝胶原蛋白精华组，这对，哦，这一克啊，就是安尼五罐的。咱的精华液，对，哦，搁一个哈黄金蛋白血丝，对，咱的医美价就是3980块，冇唔对，爸爸妈妈，3980块，一盒，今仔日，吼，咱哦做者爸妈唔捌用过，唔知这遮厉害，没有用过，可你开一点仔钱，就会当吼改头换面，变少年来，好咱爸爸妈一个尊崇价，注意听，2980，电话卡有通诶，0800060000，2980块，哦，这组炸回去，哦，你也去一个医美，想要安呢？无可能啦，安尼无够啦，无这个介绍，乱列零头，没这个价，是29800，无唔对。来，爸爸，我你讲，今仔日哈，是，今仔日你讲，哎，啊，我吼买较长期使用的啦，好，我你讲，爸爸妈妈，你这样就对啦，对，来，今仔分一个优惠价，你注意哦，千万为记，这无偌济哈，对对，爸爸，我你讲，一克啊2980的优惠价，医美价，尊崇价。来，咱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无几组哦，0800060000，2980啊，对不对？2980啊，来，对啊，买一盒再送一盒啦，不要啰嗦啦，哦，卖个啰嗦啦，直接送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组啦，安尼等一组就是安尼啦，两组炸回去，爸爸妈妈，真的，2980，开这2000几块，真的，让你变少年，安尼你要开无？爸爸妈妈，真的，你有买过？吼，买个买爱抢哈，是，那毋捌买过，要变少年呢？真的，电话赶紧卡来，0800060000，没有爸爸妈妈你改头换面，真的，吼，变年轻，电话赶紧卡，你得让见证奇迹，对，好不好？来，喂，你好啊，阿祖姐你好，阿祖姐吗？哦，我要一组，你也要一组吼，恭喜，吼，咱给你一个尊崇价的时候，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哈。好，你安尼吼，马上慢慢啊，吼，你就回春啊，吼，你愈来愈水。哦，所以爸爸妈妈，我你讲哦，咱那是已经有你食胶原蛋白、玻尿酸的，吼，迄来讲外用，这个该用落。再补充下去。你也无少年，啥物少年啊？哦，所以爸爸妈妈哈，哦，所以吼，这血丝用药这款可以当用直接喷，直接当精华液哦。哦，等会光阴卡不弄个接来，博宏，来大哥大嫂家吗？哎，文龙搞我提一组，好好，啊你电话寄来哈，我讲查甫查某拢会当用哈，好啊查某囝会当哈，好电话寄来哈，谢谢哈，谢谢。好，所以爸爸妈妈我你讲，今仔日因为这个物件哈，较早咧买用过哈，对对对，哇，这真正非常的好，但这个量无济，我先讲的哈，量很少，所以爸爸妈妈你电话卡起来，咱就是买一克送你一克，买一盒就是送，买一盒愈来愈少的，哦。
好、哦，来，喂，你好，玉燕姐，你好。玉燕姐吗？文浩，我要一组。好、哦，你也要一组，好，恭喜。今天就一个配套尔，对，买一克啊，我就直接送啦。买一就是送一，唔免搁底下吼，互你安尼吼，三心两意啊，大家拢开得起，真的，大家拢水会到，吼、嗯哦、啊，所以顶头你无买到，你也赶紧抢。你先帮妈来，跟你讲哦、喔，比如讲你脑抬头纹的，对不？因为像我即卖无，唔过我会当做保养，你会当安怎？面洗清洗了，干矿干矿。对，一样给他喷，直接喷也可以哈，直接喷，直接喷也很好用哈。你得给他做按摩，哎，对，没错哈。来，静茹姐，你好啊。来，静茹姐，你好。静茹姐有用过对不对？嘿，用了感觉啦。再过一组，嘿，过一组哈。头个有看到，啊不，你起码无遐大组的吗？我你讲，因为这个物件拢起价，真的，所以、哦、嘿，所以这已经上优惠，卖互恁开啊侪钱啊，直接吼，咱这四组就是优惠啊，嘿，哦，啊，就上上。哦，上红优惠啊，唔免去较早一克啊，就买3900啊。嗯，好、哦，好，啊，谢谢我帮你电话帮起来咧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卡哈，卡咱的空八空空，空六空，七五空。来，新朋友你好，来你好，好、哦，一组哈。啊啊，这我跟你讲哈，咱抄一下主机的哦，你的新朋友哈。好，谢谢，买一组送一组，安尼好不？谢谢。电话给阿刚兄弟。咱今仔就是唔免分啊啦，唔免讲哦，你买一 K 啊个哦3980啦，啊买爱买偌济 K 啊，我跟你讲，就是买你饮料哈，饮料啊你主人就会来买啊，对不对？好，所以爸爸妈妈顶到吼，啊你有买到吼，哎赶紧来补回，啊你唔捌买过，爸爸妈妈，无买过，你来试看卖，好，真正来试看卖。真的很神奇，哦、我慢慢要来试看卖咧。对对对，哦，真正吓。阿爸阿妈，你比如讲你刷吼，你甲打起了，打起了，你若干嘛吼，伊无够打，你得搁甲喷一下，吼，就你就再给他喷，嘿来，嘿，你就甲那喷。来，喂，你好哈、啊，玉子姐姐吗？玉子姐，玉子姐你好哈、啊。一组，一组，应该有用过吗？应该吧，用过哦。有，有，我有买，我唔买买一组，哎。安尼好哦，啊你恭喜啊哈！用的应该不错，做、欸、好诶呢，好个做好哈。好，啊你家己你用啊是安啦？有啦，我有啦，我有囝用啦。哦，女儿啦，女儿也有用。我你讲，你看我在用的哦，伊慢慢个直接吸收。对。哦好，啊你电话寄来哦。啊你电话先寄来哦。好，好谢谢哈。感谢。好，爸爸妈妈。啊，你就像医生讲的安尼、嗯，你也感觉无啥搞，你就搁喷，好贴上去搁喷、欸。你感觉讲安怎？伊会落麻筋，你就搁继续搁喷。啊，你就搁按摩按摩。嘿，啊，你就搁按摩。伊迄条线，爸爸妈妈来，我们的胶原蛋白线，哦，伊这会当直接吸收诶，直接的吸收、啊。对，一直接赶紧吸收。哦，爸妈伊就吸收。而且你有撩痕的所在哦，爸爸妈你爱注意，有皱纹的地方，你一定爱打干。啊，打干。打干啊打。打钢加打，嘿、哦，對對對對啊，你这管一定爱打钢加喷，因为安怎伊会当甲你做拉提，哦、嘿，它会整个给你拉提上、欸哦，嘿，所以你看，哎、欸，真的。欸马上，他马上吸收，吸收对对对。所以爸爸妈妈，我你讲哈，这查甫查某拢当用，对，都可以用。所以哦，这吼，咱这一罐吼，有那喷加久的，对对。好，所以爸爸妈妈，你这吼，哎，这罐是精华保养金箔啊，得来带你看到啊。好，我积雪少精粹六大精粹哈，来喂你好哈，来你好，喂你好，咱来新朋友嘛哈，嗯，好。你电话帮我拿着哈，抄一下主机。感谢你。有上线的，搁上你一克了对啊。对 对, 對。所以一组的3980，好、嗯，来优惠价2980，买一送一送一哦，好、哦，安尼好不好？买一盒就是上你一克啊。谢谢来，维尼二，哎，这阿雄大哥家吗？嘿，阿雄大哥吗？哦，一组啊。好。哦哦，买好水某的吗？哎、欸，你家己用还是水某做伙用？搞完某拢做伙用啦。安尼哦，查甫做伙用。好。阿龙比较人啊，对不对？哦，这盖五号。好，今天好喝。谢谢，感谢哈，电话哥帮我接了哈。谢谢，不用客气哈，来维尼尔，来维尼尔，那个帮我拿一组。好，好，新朋友，好喝，啊，你电话帮我接了哈。好，大哥，谢谢，不用客气哈。来，刘小姐，你好哈。来，这是刘小姐吗？刘小姐，恭喜哈，你今天上线，我再送你一组哈。对对。因为你没有用过嘛，对不对？对对。好，啊，很简单哈。好，陶大义山的示范，你有看到哈？有如果不清楚没关系，但线下再联络哈，你电话拿着，谢谢。好，咱、哦、爸爸妈妈你讲，你也拄啊看到，我讲，无清楚不了，左手先啊抢的啦。对，先抢。哦，咱给他买一盒、嗯、送一盒。对。哦，咱卡过来噶哈，爸爸妈妈刷卡做好不？安尼好不好？哦，啊，这上该简单的啦。嗯、哦，像我头拄啊，而且爸爸妈妈、欸，你若要出门哦、喔，有当时啊，你袂好化妆对不？对。你感觉讲啊，个整个很邋遢，噴噴先喷喷的，先喷。来，维尼好啊，金如姐你好。哎，金如姐。因为我存一 K 啊吼，嘿，我也无够，安尼我看我个我规买两组好啊。好好，好啊。哦，今仔买两组吼，买两 K 啊，
等于上两 K 啊，买二再送二，好不好？好，阿你点位先呀，电话拿着哈，谢谢你，感恩哈。来，说到爸妈，你个看，一三，哎，刚刚我真的哈，我为只大龟，所在你个看，哎，真的皱纹直接哦，差很多呢，它直接有比较减少。真的，你像你那打钢，你打钢安尼个用有无？一掉头啊，你个条纹都无去。真的呢，你像他每天都会给你的皮肤拉提拉提拉。来，新朋友你好哈，来你好，使用吗？啊，什么东西？它可以每一天，哎，就是爱打干，就是每天要使用，就是要每天，甚至你早晚洗完脸都给它使用，对对对，最好，你就给它喷，对对对，好，你电话拿着哈，是，所以讲爸妈，你今仔有看的，咱记住。真正，你若是讲吼，比如讲你感觉讲你皮肤较老老的这种，伊会当安怎甲你紧致拉提哦，规个甲你揉起来哦，吼，整个拉提上去。对，所以讲你平常时面洗好清洁了，吼，你就来喷，喷了，吼，咱有一个胶原蛋白线。哦，我们的黄金血丝这条线，你得比如讲，你只要有条纹的所在，你得给它打。好啊，这边有皱纹的地方，你嘛给它打。对，好，倒一个所在有条纹，你得给它打倒位。嘿，啊，你若感觉无够淡哦，你得给它喷好淡，它会慢慢吸收。没错，对。哦，所以无清楚吧，阿进哈，请求助手来。新朋友你好，您好，来新朋友你好哈。买一组，啦，好好，电话帮我记下来哈，谢谢啊。来，爸爸妈妈，给咱得一个配套呢。对对，就是要大家登记来使用一下，好你试看卖，卖讲哦。啊，这个吼，少年吼，五六岁啊，都要定去，吼，都要无物件用啊，要让你一直少年起来，吼，啊，要让你诶一挂面的吼，啊咧咧撩魂有诶无诶吼，那有斗过，啊咧再吼来，爸爸妈妈赶紧下。是，所以今仔你有看到文宏医生给你介绍诶哦，那你黄金血丝胶原蛋白组，今仔买一 K 啊，等于上你一 K 啊，2980，你请咱的好个哦，我们的效果是马上哦，马上你就看到。对对，所以讲你看我的面，这边是不是拉提起？对，我这边就是平常的，哦，一般的感觉。对，所以你看哦，这一组哦，那那眼睛差就真的很有效，真的差很多哈。哦，所以爸爸妈妈点回光阴卡来，小李哥你好哈，来小李哥吗？哎，阿瑟阿瑟啦哈，好，啊你点回包机来哈，电话先拿着，谢谢，秀梅姐。哎，小梅姐吗？好，恭喜哈！今天你买一组，我送你一组哈。对，买一 K 啊，送一 K 啊哈。谢谢。好，是安那讲吼，咱一组呢，这一 K 啊内底五罐精华液嘞。对，五罐哦。五罐呢？咱是五，咱就是安尼配套有无？五罐咱的精华液，啊，佮加上咱佮有一罐的黄金血丝诶，所以爸爸妈妈哈，这这袂遐俗诶哈，爸爸妈妈，真正。所以讲爸妈来最后30秒时间，你今仔有看到文宏医生甲你介绍即种，你无抢到，我甲你讲，真的很可惜。对哈，爸爸妈妈。因为这就是要互你安怎，互你水，互你长期来甲做保养诶。真正，爸爸妈妈。对。够好用诶，好用啊，这真正。啊，头壳刷你啊，顶卡。冇唔对，来，所以爸妈来哦，今仔买一克啊，等于送你一克啊，2980，2980。2980，那你黄金血丝胶原蛋白组哦，五罐吼，五罐，那你胶原蛋白精华液，搁有咱的黄金血丝一罐，吼，你打刚来个做使用，那你空吧空空空掉空，清空空，0800-060-750，谢谢。茫茫茫
世事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情茫茫茫到深更，起来看无人心意，窗外相逢也替你哭几暝。情茫茫茫到深更，起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来，那是讲头啊电话吼，电话拢阿未诶有卡掉，就是讲有落线继续。咱的客服专线控制，无了解一定爱关卡。0985980020。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客服专线刚继续加卡过来，安尼嘿，可以多多利用哦。所以吼。啊，头拄啊吼，这个歌唱完了，啊，真正服务啊袂掉的吼，爸爸妈妈你继续个卡，不好意思，客服专线继续个卡，好不好？哦，这因为吼，我的爸爸妈妈会拍死你咋？对，不好意思打。哎，这。嗯、我讲到这個会所，佮想要水吼，佮、欸、其实我讲真的，这就是人之常情、啊。对，对啊。啊，你也拍摄，今麦个卡，哦，卡咱的客服专线，好不好？客服专线。哎呦，哎，青春，哦，健康。那是用钱买的，大家嘛买，善无爱啊！真的啊，哦，对，哦，所以要花钱保养，不要花钱找医生啊！嗯、对对对，没错、哦啊，爸爸妈妈知啦吼，是的，哦，啊，而且哦，这是上好的保养方式，嗯、来继续哈、啊，嗯，啊，咱爸爸妈妈哈，啊，咱等下注意看，哦，咱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哈、哦。嗯就是讲，咱人也要健康。嗯、医生较早拢讲哦，天天五蔬果嘛，对不对？然后医生远离我、啊。但是我跟你讲，五蔬果还不太够、嗯、啊，不太够。所以等一下你要注意看、嗯、但是我讲过，哦，咱的蔬果当季的水果当然是上好的，无唔对。对啊，对啊。哦，啊，有的水果我跟你讲，唔是当季，伊嘛是对旧年变到即卖咧。啊，那甘就好，那不一定就好咧。嗯。哦，所以呢，有当甲做啦果干料原本的哦，养分甲保留掉，水分买的时阵哦，迄营养嘛收入来得。哦。但是你就是袂使乌白套人有诶无？对啊，对啊。对不对？嗯。哦，所以爸爸妈妈你等下注意看，可以当参加咱168的有奖问答哦，好不好？嗯、好来，啊，咱来看一段影片来。是。哇，爸爸妈妈你看到无？家己也买吼，烘干这个蔬果，尤其啊，迄苹果，苹果吼是上厉害，你也放两三个月会歹未？哎、欸，都不会啦。所以苹果多酚跟它里面的哈因子很厉害，真的。哦，所以呢，哦，连迄个牛顿发现地心引力嘛，啊、对苹果开始就咚掉下来。所以苹果吼，伊是一种哦非常好的水果。嗯当然啦，水果是愈多愈好啦。对，唔是讲干呐吼啊，蔬菜水果食两三项啊，无够啦。哦，所以爸爸妈妈哈，咱吼要甲爸爸妈妈讲诶，唔是干呐五蔬果咧。是。所以即卖够完啦，因为一个礼拜有几天？七天啦。七天啊，系啊。所以哦，天天七蔬果。哦。医生远离我。对对对。哦，星期一吃到礼拜天，天天都有蔬果。是是是。啊，健康美容哦，就是最好的啊，好不好？对。所以哦。
天天吃蔬果的意义哈、啊嗯，啊，无单的上无爱食七人，啊，搁爱逐工食，哦、啊，因为七就是礼拜食个礼拜日、啊，每天都要一个礼拜呀、啊，哦、嗯，啊，所以这美国的健康协会有报告哦，對對對研究哦，讲啊啦，你也逐工拢食呢，啊，这个蔬果的话会安啦，伊会当延长你的寿命，哦，吼、哦，13%，哦，你比如讲我本地吼、哦。哦，会当活、嗯、啊，这个100岁，我会当活到113岁。啊，对呢。哦，安尼意思你就有清楚啊。哦，未歹。哦、嗯，啊，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哦，啊，这对着身体健康，啊，你想要活较久的无？真好啊。蔬果要多吃啊。对对对。啊、第二就是安那。心血管的疾病啦。好风险。风险。嘿。会下降哦，12%。12%很厉害呢、嗯。哦，等于呢，啊，是这个1%啊呢。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就知道、哦、这对心血管、哦、心血管系统很好的、啊嗯啊、再来就吃你有癌症的、啊欸、这个风险也会下降哦 10% 哦一成啦、嗯、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哦、这种东西、哦、就是、哦、生坏米啊咱啊这个植物当中都是植化素抗氧化的东西对对对、哦、啊个抗衰啦、嗯、Vitamin C 维生素啊、哦、都有维生素一大堆啊、哦、所以这非常的好对个再来最厉害哦、嗯、对到咱有呼吸道系统的比如说现在病毒很多细胞、哦、不好的对对对你来看哦嘿哦下降呢35%、哦、对到咱呼吸道系统、嗯下降呢，35%什么概念嘛、哦？三分之一。对啊。三分之一 哦，所以你蔬菜水果爱吃不？当然爱吃。一定要。哦，当然爱吃。嗯。啊，所以呢，爸爸妈妈吼，头下你也有听文宏你讲的。对。哦，咱是安那讲吼，啊，这个当季的水果蔬菜上较好，但是万不一。哦，咱有当时啊吼，哇啊，即摆胃口嘛较细，啊嘛食无遐济，哦啊嘛吼，无爱动顶动灶，有当做麻烦的。哦，啊，咱爸爸妈妈讲，哦，搞迄个吼，迄水果蔬菜拢做做果干安尼吼，哎，当随时，比如讲看电视，我就开始补充啊。是是是。哦，这对身体较好呢，降低心血管风险呢。对。哦，阿哥吼，呼吸道疾病呢，哦，佮较袂得歹物个，等会是我较无爱食，我透气我就食。哎，对啊，对啊，哎，偌方便呢。阿丽啊，讲，哎，我要来煮菜，我要来炒菜，吼。个电视个袂当看，个噪音伫遐咧用，那母一波啊，个生娃生弟啊，所以伊这有哪有也何处？所以像那果干啦，一包互你先食看卖，哦，这吼啊有哪有也何处？所以吼、哦，咱要讲的，就是讲、嗯、啊，你也想要食这种哦啊果干呢，而且做做脆片呢，脆片，嘿，口感就烤烤烤烤烤，对呀、啊，哦啊，咱哦，我也食一寡。什么洋芋片，什么迄内底加有够济有诶无诶啊？哈、那個，爸爸妈妈话洋芋片根本无洋芋。真诶真诶。哦，所以哦，你要注意哈。是。所以咱今日要给你介绍吼，蔬果脆片要分享诶。对。就是讲，你要食一定要100%，苹果就是苹果。对。哦，啊胡萝卜就胡萝卜。香蕉就是香蕉啊咧。啊，咱诶吼，即、這个什么呀？地瓜，番薯就是番薯。嗯。哦。啊，红萝卜吼，这就是当直接做做吼，啊，这个果干，对对对，啊，而且诶口感足好，哦、嗯，这上介好，主要就是讲啊，一点二个，佮咱帮助咱在地农民，对啊，咱知影即摆做者少年的哦，他啊，这个什么科农业科技大学毕业啦，对对对，啊，家己转来回乡，传承，飘鸟回乡呢，啊，做这个小农，小农，伊拢做认真呢，用上天然的方式，对，嘛不爱用农药，嗯，哦，啊，为做温室诶。对对对哦啊，足用心咧栽培，用有机肥安尼，所以种出来物件，嗯，有好无真赞，很棒。所以咱来帮助因，互因有销路嘛。所以吼、哦，像哦，孙啊，你大出钱啊，足侪来去做果干的艺术干款嘛。啊，咱台湾在地上足侪物件就是安那、嗯，哦，种了足好，哦，佫无污染。对。啊，但是有呾吼，啊，比如讲即季卖袂了，要安那，哦，咱佫帮助伊佮做做果干。对。哦，这个改观的脆假面啊，哦，因滞销卖不完的这个情形，对啦，互因拢有钱赚，嗯，帮助咱台湾这些农民，得个卖农户，哦，迄老农足辛苦呢，对啊，哎，老农津贴无偌袂落，啊，这少年等你打拼，做小农做遮好的代志，咱敢要甲帮助，爱嘛，哦，但是重点帮助是一回事，爱真啊做了好，对，种了好啊，对不对？无物价嘛，但是爱坚持啊呐，你做的时阵哦，哎，低温。真空烘焙，对，低温的时候保持伊的营养分，对，哦啊，真空就是袂使污染，嗯嗯嗯，哦啊，慢慢啊烘嘛，对，哦啊，甲水分慢慢啊吼，甲脱出去嘛，所以哦，你食着应该啥原食原味，
完全的营养拢锁掉的。对对对。而且偏的时阵啊，各位天然的果香。有。好、哦、啊，而且玻璃啊啦。烤烤烤烤烤烤，把水分提掉，好不好？哦，所以呢，啊，就是不能头讲，爱个简单方便，免当点当着，提掉。讲真呢，随地当食，这我上爱。因为出门你敢知、哦，出门的车顶就是爱食物件。哦，哦，这个在车上吃多好啊！哎呦，啊，安怎？捧果哎，苹果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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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哥，我想要吃香蕉。你也要香蕉啊？我想要吃香蕉。这个这项物件，我吃一下嘛。我想吃香蕉，哎，个红萝卜哎。嗯。哎，你看，哎，个做大片的，你看香蕉，我这捧果。哦，有迄天然的苹果味，嗯，而且哦，嗯，好粗诶，爸爸妈妈伊讲好粗，啊，这这样咧烤烤烤是不会落腻啦，嗯，我讲爸，你放心，嗯，那这种天然的物件砍熟着，你有当时食这個，咱配寡水以外，嗯、就是咱有当时先甲夹者，有啊，哦，夹者啊较薄，嗯，就很好薄了，你可以含一下，爸妈，你若是讲喙齿较无好，嗯、你会当夹者哈，先可以嫩者，嫩些块，阿姨较加。包落安尼，嗯，好出诶。搁有啥物口味咧？诶，好多哦，我讲过。你迄香蕉，有蚵仔嘛？啊，要苹果。啊，搁有迄个红萝卜嘛？啊，搁有迄个，我昨下有食着豆仔，嗯。诶，冰豆仔咧。那个很好吃，嘿。冰豆仔咧。迄阵我食，我昨下有食着。哦。嘿。嗯，这做好薄。嗯。你遐搁做只？我来。搞，这做好食。这天然健康，搁咱台湾嘞，没错没错、嗯。我拿个红萝卜。我看人咧包装哦，写台湾上市呢，外靠搁写福尔摩沙呢。真的，你看我妈妈这块红萝卜呢。哎呦，红菜头啊！你来看，哦，哦，这这足济行啦、啊。哦，蚵啊蚵啊，哦，搁、嗯、有蚵啊，好好吃。哦，这蚵啊好食。真的。哦，这蚵啊呢。哦伊迄真正你食着煞袂啥物味咧、嗯，真的，它保留那个原味在里面，你知了。哦，嗯，烤烤烤，我只好食，你只好煞水无，搁食者袂使。来来，规包互咱两个食了，是咪安怎？好食好食。哎、欸，老师拍谁啊？太好吃了。这韩吉，韩吉。老师看到流口水。老师讲你都无分我食。不好意思。哇，太好食。真的很好吃。太好食，来来来。老师，淡淡的泡茶配这好，该如何吃？乌泽金的泡茶哦，真的很好吃。而且爸妈，你没玩的，多喝点水，爱的。对啊，你像你没玩的，你出去拍咖，你给它淡一点，也容易，好，也变嫩。对，好，啊，你就给它。你话吼用较大滴的，没有看你原味的物件，所以吼你就要给它淡一薄嘞。哇，咱老师都看到饿啦。看到饿了，拍谁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欸，啊，头先食这一项，我看够有啥物报啦？很多啦，天天七蔬果，上无只嘛七种以上啊，对不对？太多啊，讲袂。哎呦，安那啦，够紫色的嘞。哎呦，哇、哦，这那紫色的地瓜、山药迄种嘞，真的太好吃了。嗯，袂当讲食了，拍谁？哎、欸，对嘞，哎，老瓜好，爸爸妈妈恁讲嘞。对啦。因为咱家要分享一下。就是讲，那是吼蔬菜水果，逐天食对身体足好，会预防足侪病。对对。啊，另外就是讲，咱那是吼要敬，爱安那敬。第一，爱咱台湾制造的，帮助咱台湾的农民，爱少年的转来咧做啊，顶真无污染的环境，种到遮好的物件。但有当时啊，吼卖无完的变啦。哦对。咱就是会来做果干。哦啊、其实也不是说卖不完，那种抢抢钱抢价，只是把一部分留下来要做果干，让咱四季拢会当食到上好的物件。对，哦，而且佫方便。咱有当时啊，食一个水果佫切，佫底下洗，然后无用到要死。是啦，方便呐。所以好食。小朋友也喜欢吃。好，咱来，咱来有奖问答，好来。对啊。哦，所以恁会晓拣啊吼，低温烘焙嘛，台湾的嘛，嗯，啊方便性嘛，而且伊这个做加炼的呢，嘿，加炼。泡开了，食无了，佮佮气软。丢丢丢丢。就加炼啦。哦，台湾极品，台湾上市福尔摩沙。嚯、哦，佮甲你安尼挂保证诶，哇、哦，这真正有够厉害诶！好，佮、哦、有生产履历，考考考！来，爸爸妈妈，哦，这边袂歹，甲恁炸起来。对对。咱这个蔬果哦，食这个蔬菜水果，天天吃蔬果，有啥物好处？啊，
咱那蔬果的脆片，嗯，爱安那涮，安尼好不好？开始来，哦，来接电话啊，嗯，来抽168。来，喂，你好，吴源大哥，吴源大哥你好啊，哎，晚安，吴源大哥，哦，就好吃，我的好处哦，嗯，天天吃蔬果，哎，天生也你有，答对啦，哎，嗯，你有四点的寿命延长13%，哦对，哎呦，心血管疾病降12%，对，嗯，哎呦，癌症及那个风险降10%，哎，呼吸道系统疾病。我讲那个35%，哎对，哦，这美国的研究哦。那该如何选择啊？选择在地农民，台湾的，台湾的，啊，有人还有真空，还有低温真空包装的，好烘焙，真空低温烘焙，哦，这属可得啦。啊对，烘焙啦，烘焙啦，烤的就当吃。包装那些把这种的困境啊，啊对，好，谢谢吴源大哥，哦，来帮助咱家的农民啦，哈，好，谢谢哈，感恩了哈。来，文龙哥讲哈，来冬瓜帮秀兰姐，来，秀兰姐吗？可爱吗？好，可爱吗？哇哇哇！来，吃蔬菜水果有啥物好处啊？这个果干脆片爱安那算？对对。诶，现在身体嘛足好啊，食了咧就健康啊。诶，对。啊，食这吼，逐工食这袂歹啊。好对，哦。吃蔬菜，预防疾病嘛，爱安那算。爱选台湾的还是选外国的？爱安那做？台湾的啦。台湾的嘛吼。哎呀。帮助咱家己农民朋友嘛。别迄个有七项水果嘛。好的，哎，你还知？七项以上的蔬菜水果，哦，七项以上嘿对。啊，唔得，咱安尼啊，咱食了做营养啊。哎对。嗯。啊，主要伊就是吼，爱袂使高温。哦啊，爱迄个啊，低温烘焙。低温啊，低温烘。低温真空烘焙，安尼。嗯。哦。哦啊，这爱保留伊原本哦，伊的营养素全部拢爱保留了，嗯，所以伊哦有原本的色泽，嗯，哦啊，佮原本的营养，哦佮原本的香味哦。对，做几种诶，哎对，哎对，哦好，安尼好，谢谢干部啊，好谢谢，来秀满姐你好，哎两位好，秀满姐你好啊，哦这果干脆片爱安那算啦，果干脆片好吃，哦好吃，哦爱安那算，对，爱酸。酸椰个呀，哎，当然爱食啦，哦哈。我想讲酸椰，像阮芒果就芒果颜色啊，哦，爱食酸色个啦，原本的色泽啦，哎，袂使乌白哦，乌白蓝啦。哎，对，哎，冬天。啊，低温烘焙呀，低温烘焙，用高温高温来破坏个维生素 C 啊。哎，对，袂使高温，对，哎，慢慢烘，好做搞干嘞。啊！你有要讲要卖起饼呀？啊，起饼？无啦，今日无你卖，今日拢分享的哈。无起饼。哎，对，今日分享的。我这脆片。对了。哎，对。哦，安尼好哈，谢谢干部啦。谢谢小满姐。好，谢谢哈。好，来，不弄个接哈。喂，你好啊，冰淇姐你好。来，梅子姐，你好，来分享一下来。嘿。哦，那是食心血管。多吃蔬果，就是咱多吃蔬菜水果，天天吃蔬果啦。医生远离我呢。哎，对，啊，所以会当吼，哦，迄个美国的健康协会讲的啦。对，嗯，哎，你若食蔬菜水果，会当吼，你头讲的遐，降低心血管。低温的啊。哎，爱酸低温烘焙嘛，对，低温的。啊，酸台湾。台湾的对，帮助这农民朋友嘛，对嘛，哈。对，哦。哦，好，感恩哈，谢谢哈。啊，主要的是讲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恁头都注意听吼，该重点去给咱补充一下哈。来，喂，你好。哦，你好。来，张阿姐，哦，雷文姐，你好哈，来，请讲。你好。嘿，来。嗯，好来。那个天天吃蔬果，吃蔬果，嘿，医生也一波。对。啊，现在因那个。做病来，哎，安尼一收啦，哦，蔬菜水果加加挂，携带方便啦，哎，对，携带方便，哦，脆片做方便，好啦，啊，台湾的，对，台湾的，哎，台湾的，那好啦，有人讲啊，爱原味的啦，哈，好，谢谢，爱原味的哦，吼，卖乌白啊，南昌，喂，你好，中顺大哥，你好，来，中顺大哥，请讲，哎，一直食这哦，哎，寿命来延长嘛，吼，啊，得心血管疾病哦，哎，风险会下降嘛，呼吸那个系统的疾病风险啊下降，癌症风险啊下降啊。对，蔬菜水果给加过，还天天吃蔬菜水果啦，
好，啊，这要怎么算你知道吗？要吃这个水果脆片，脆片，蔬果，那蔬果脆片，要怎么算？吼，就是酸哪哪，啊酸，台湾的。跟台湾较好啊，对对，啊，而且低温烘焙啊，对，低温烘焙，低温烘焙，啊，而且啊，保留的原食原味啊，哦，对对，100%营养甲锁掉呀嘞，嗯，好好，谢谢，感恩哈，对对对，哦，因为爸爸妈妈话吼，啊，唔捌食过，是，哦，因为更唔捌食过，这食好食，对，喂，你好哈，来，苏家妈妈，苏家姐，哎，苏家姐来，请过来，哎，讲，哎，蔬果脆片。是有脆片，哎，要七种，哎，七种以上对，好赞嘞，以上才会对身体有益啊。哦，对，大家拢爱吃哦。哎，阿姐爱那算啊，阿都低温烘焙，对，好啊。阿要选大料啊，台湾的啊。他的福尔摩沙跟台湾，福尔摩沙台湾对哦，你啊那英语的哦，福尔摩沙。妈妈，你学英语的？搞。哎，安尼安尼讲就对啊。咱汉字啊囝呢，所以来对毛汉字呢。对啊。赞啊赞。啊，虽然毛蚵仔啦，族群融合。哦，健康啦。哎，健康对。健康。好，安尼谢谢二干妈。哦，阿伯奇怪，你们这喝假的？哎，你们两位好，哎，小梅姐你好，哎，小梅姐来，好处哦，就是可以寿命延长啊，血管风险下降啊，呼吸道疾病也会下降啊，对对对，要支持在地小农的新鲜蔬果，对啦，没错，哦，好，谢谢，感恩哈，喂，你好，金梦姐你好，好来请讲，哎。这蔬果吼，咱那采用咱台湾的产地的吼，啊新鲜的水果蔬菜啦，对，吼，迄天然无污染的上好，对吧？啊，咱吼，咱都对咱的身体吼，那血管啦，啊，搁迄个器官啦，啥拢保护甲拢足好个。对，所以咱蔬菜水果要加食就是安尼。对，啊，咱吼啊坚持那个低温烘焙吼，对，原汁原味，对，原汁原味，没错。哦，完全完结完美的，然后还是上好啦。哎呀，天，好像蔬菜啊，都很脆啊，那很脆哦，你们。啊，简单的也在携带。哎呀，很方便携带。拿起来吃啊。嗯，啊，吃不了个。得足补充营养啊。加点带个用落袂歹。嗯，哎呀。好，安尼好，谢谢干妈啦，拍摄哈，大家拢等真久来。陈小姐你好。来，陈小姐。陈小姐来，跟咱分享一下，哎。迄个食蔬菜水果对年岁有诶吼，袂歹啊。诶，真正好，真正。啊，搁囡仔嘛，唔爱食菜诶，唔爱食水果诶嘛，袂歹啊。对对对。唔爱食菜，唔爱食水果吼，食了这果干脆片吼，好拢抢来食，规包食了。真诶。啊，我差不多看你安尼，你食干嘛？哦，都好食呢。唔是做个食是超好食，真的很好吃，袂样形容。哎呀，那不是你做这部我可能一包吃了，一包吃了，真真，好，谢谢陈小姐，谢谢啊，我无跟你骗的，讲真的啦，还是做这部我懂。来，喂，你好啊，来，瑞兰姐，瑞兰姐您好，相公，晚安好，晚上好，分享一下，哎，蔬果脆片，用台湾在地小蔬果。新鲜的蔬果，这样蔬果，台湾的嘿，对啊，坚持低温来真空烘焙，对，是解决这些蔬果产量过剩嘛，哈，对，消干一路安尼，对啊，所以才胜过原色原味安尼，原色原味对，哎，重点营养啦。营养全部爱保留，香啊，个酥脆爽口，安尼，啊个方便个酥脆爽口，嗯，好食，哦好。好食健康的，哦，好，谢谢，感恩哈，谢谢。来，江大哥你好，江大哥，江大哥你好，好来了，嘿，好食不？啊，好来了，好来，好来，好，好来，哎呦，哎呦，啊，给咱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脆片啊，脆片呐，脆片呐，哦，啊，算了，他身体真好啊，啊，较袂着癌啊，嘿，对，啊，血路嘛较会通啊，对，啊，开嘛较好啊，哎，对呢，吼，你拢融会贯通呢，哎呀，拢贯到一切。一切身体的问题都会保持健康。哦，对，哎呀，那算了。啊，脆片啊，台湾农民制作的。哎呀，台湾的。哦，啊，甲捧场啊。哎，对啦。
搭袂拍算个水果啊。哎、欸，对对对对对。啊，低温烘焙啊。哎、欸，对对对。是的，哦，现在哥厉害。大家随食的叮当，目睭会看人，食到168岁啊，一路花。答对啦！哈外哈外哈外！嗨嗨嗨！哈外哈外哈外！谢谢。来，张大姐，张大姐你好哈，来跟分享一下。不，近近好食，近近好食。按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较会好食。嗯，对。啊，低温烘干的啦。哎，对对对对对。啊，你食食哦，较袂闭结。哎，蔬菜水果该食对。哎呀，啊，这哦，食食较有迄营养素。对，迄植化素、营养素全部维他命拢好。食这无白害啦。哦，真正阿哥，阿哥好食。这拢无化学啊，什么坏？哎，对啊，真的。本来个是比较安全啦。哎，个安全，个营养。囡仔大细拢会使学。哎，囡仔大啊，囡仔嘛做。哎，阿要炸出去嘛，做方便。系啊。啊，这个未害你啦。哎，对，阿都甲你用那个水吼脱掉啊嘛，所以就做好。哎，咱嘛当炸出来做点心。哎，对对对。哦，跟咱交代朋友，哦好。感恩下。谢谢。好，谢谢。来，珍珠姐你好啊。来，珍珠妈妈。好来，请讲来。这种干这个烘干的吼。伊这就是我讲咩嘛，即种啊，若食甜的哦，啊五味糖，对，会袂使食伤济一点。对对对对对。你烘干的袂啦。嘿，伊就挂迄水分，挂一挂糖分，甲你脱掉安尼啦。对啊。哦，啊保留一点嘛。这一包套落嘛，拢食到了。我拢三百八，我知影。食到你。我跟你讲，这真正你也食了我这包啊，你会秒杀，因为太好食。哎吼，有种低温的烘焙吼，哎对对对，好，过来吃一下。哎呦，这个拢未拍算你啦，对啦，有影，嘿，较袂浪费啦。你像迄种从来人唔单手，你啊下迄个工厂，哦，拢烘干起来拢未歹。对对对对对，真诶，较袂拍算啦。啊，按人按这人吼，食水果、食生菜上好诶啦，对，有影。会使用一水果，会使用。对，啊，这种四季你拢食会到。系啊。对啊，对啊。做赞诶。来，拍卡做好吼，啊，有这种机械，足好用诶啦。真正。真正真正。啊，应该选台湾诶啦，一定爱台湾诶，较安全。台湾诶，嗯。哎，对对对。你要食偌久会敢食？哎，对对对，你内行诶，爱台湾福尔摩沙诶，哦，台湾。对啊。台湾上市，赞。支持啦，支持。谢谢感恩哈。谢谢妈妈。好，来，维利奥，金月姐吗？我咧讲，我是，我咧饮茶，我拢加用加多加卡，拢泡牛奶。哦，对，可以像外国人咧食牛奶会泡脆片咁款。啊，对对对，可以这样咧。多练多两高。对，泡牛奶对。哦，你有够搞，乌泽波金啊泡牛奶，果干啊泡牛奶，赞泡牛奶。好，安尼赞赞赞。好诶，够好。你身体无用无好，上要比你较好啊。啊，不过食个食苦。啊，诶，我咧讲哦。这个吼，一罐吼水温啊，一点啊糖温脱了啊，较袂大火。啊泡牛奶，啊牛奶无甜的泡的好，煮好有较好食。真的，赞好，安尼好哈。谢谢。哦，不要个霸我，你等下吼来。霸我。来，我你好，邱大哥。来，两位你好。邱大哥你好，请讲。哎，正安在台湾的，台湾小龙的。对对对。没错没错。咱的果干脆片，嗯，对。对啊。没错，选我们台湾小龙。小龙的物件开了。对。靠新鲜蔬果啦，对对对对对，还可以当用迄个感情安，哎，对对，我爱伊说爱低空烘焙，哎，低温，对对对对对，加上延长益寿哦，嗯，延年益寿，对对对对，好，它健康，好，可以，益寿的困，可以可以，但厉害新闻有收到，感恩哈，哎呦，哦，谢谢罗兰哈，谢谢邱大哥，罗兰哈，来月秀姐你好，来月秀妈妈，好，月秀姐来，赶快分享起来。哦，蔬果脆片，别让它算。天天吃蔬果。吃蔬果，吃是吧？天天吃蔬果。是是是。天天吃蔬果，医生。远离我。答对了。哦。来对。啊，迄个广告啦。哎呀，嘿。香蕉啦。哎呦。面豆啊啦。哎，你看拢知啊，我头一下生用知啊。对啊对啊。番薯啦。哎，对对对对。菠啦。哎。哦，嘿，就会很足啊！哎，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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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该拢知啊，我食甲拢互你看到啊！我有看到。赞，带我嘞，好，安尼可以啊哈！好，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哈，来，月莲姐，最后一位。哎，你好。月莲姐来，月莲美女来。蔬果，
生病远离我。对，吃蔬果。浓缩的最方便了。对，像安尼上方便。对啊，我们平常干燥的水果吃不到的，吃这个啊，这个携带出去很方便。哎，要炸嘛方便。嗯。啊，看人是要做脆夹面。吃打牌。真的。哎，带去打牌边吃。不错不错。哎哎，这个五行呢？这样水果蔬菜颜色都有哎。是啊是啊。哦，五行一开哦，运气气全来，就来，马上就自摸啦。还能买保养品来顾身体呀、啊？对，好，可以，好，好，可以，谢谢，谢谢你，好了，我们赶快要来 come some of the music 啊，好，好不好？好来，咱这哈、哦、爸爸妈妈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爸爸妈妈哈，来哦哈，因为哦恁大家哈实在太踊跃了哦，啊咱哈、哦、爸爸妈妈你的一面卡起来哈。来，爸妈，锦凤姐太好啊！拢来蛋来大箱子。月秀姐太厉害了，最后最后第二位。月秀妈妈，月秀姐跟锦凤姐。哎，锦凤阿姨，月秀妈妈。对，锦凤姐跟月秀姐。嘻嘻嘻，锦凤阿姨，月秀妈妈。我不能再吃了，哦，把人家吃光光了，拍谁？对，锦凤阿姨，月秀姐。哎，弟弟爸爸妈妈哈。啊，咱哦，客服专线你一定要记起来哦。对。但是咱刷卡也做好不哦，哈，来，锦凤阿姨，锦凤姐。来，阿姨。恭喜啊！谢谢你啊！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哦，各位的月秀姐，月秀姐来咯，月秀姐。嘿。恭喜啊！恭喜哦！谢谢阿姨哦。恭喜啊！感谢感谢。请你吃啦。好，谢谢妈妈。好好好，爸爸妈妈电话要记起来，来。是，咱的客服专线0698-00-2020。头拄啊无卡无通的，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线卡服务来。感谢。